我是新加坡一位体育会 B 队的狮头，我对今天的表现非常满意，因为整个团体很配得很好，还有很顺畅。我是一位体育会 B 队的狮尾，我对今天的表现很满意。因为大家都一起付出努力，才能得到这个分数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新加坡武术龙狮总会秘书长刘汉龙。虽然昨天下了一场大雨，有四队的大决赛 postpone 到今天，所以今天有八队队伍。其实观众都很多，人山人海。我们的决赛队伍除了狮形古月以外，很多队伍都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。百花齐放，最重要的目的，我们也是希望从这个全国赛，新加坡的队伍的水准能提高，好让他们有机会，如果去代表新加坡出国的话，在国际上能和其他的国家争一日之长短，为新加坡争光。我是一位体育会 A 队的狮头，我觉得今年的表现很满意，很特别，因为刺青的那一方面有变魔术。今天的比赛我觉得气氛会比较好，是因为今年我们八队都是在一起同一天的参赛。